我从彰化火车站出站以后，左前方过马路，有一家光南大批发，旁边就是彰化客运，在那边的5号月台搭乘鹿港线的公车，大约30多分钟就可以来到鹿港的市场口这个站牌下车。这里也就是鹿港中山路的第一市场。这里是鹿港的一楼，也是一间老宅。那看起来是有修复，我们从后面去看看它窗台上的一棵树。它的特色就在于这一个天井的位置，在这里。哦，这是这栋房子最美的地方，尤其是那有一扇窗，圆形的窗，非常漂亮的地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，我今天来到了鹿港。那鹿港最有名的呢，就是古迹，所以我们在鹿港小老街里面呢，穿梭来穿梭去，看一下这边的古迹跟特色。在我身后的呢，身旁的是一楼，非常漂亮哦。刚刚有看到它的介绍。这里有一块鹿港兴安宫的碑记，这是鹿港的制香产业，我们看到这里是正在制作的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，我现在在鹿港的龙山寺。没错，我今天要来鹿港呢，来看一下这边的美丽的一些古迹，还有这边的一些风景。那今天是一个上班日哈，所以来鹿港相对人不多。那我们刚刚看到龙山寺里面正在整修，不过古迹毕竟还是需要维护，才能够一直长长久久的陪伴我们。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，从鹿港龙山寺出发，来探访一下鹿港这个美丽的小镇，就出发吧。进入山门左右两边呢有罗汉，而且呢每一个造型都不同。开心尊者，那目前正在整修，藻井的地方正在维护，我也没办法拍给大家看了。没关系，我有旧的照片，我再呈现给大家看一下。前面的这个是限定古迹，金门馆在修复，所以可以稍微看到它修复的一个样子。在鹿港处处可以看到这些老宅，他
们有非常美丽的传统建筑的装饰。好，现在我们去参观摸乳像，这里有指标200公尺。三民路238巷21号旁边。摸乳巷是两栋长形房屋中间所形成的狭窄巷道，最窄的话不到60公分。这是它的由来。好，我们去走一下咯。摸乳巷出发。哇，这个巷子真的很小很小，恐怕只能容纳一个人过，两个人的话要闪一下，如果背背包的话呢会有困难。哦，这边有卖饮料。走出去吧。好，我们走出来了，回头看一下，就这么窄。哇，这边有樱花哎，还有梅花。右边半边景啊，先去右边好了，左边可以回天后宫。童年的回忆。这里大概是最热闹的地方。陶笛耶，啊，在这里半边景，前面这个山怀挺秀这一间房子，这一口井就是半边井，在这里。弹珠台10块钱。茶馆，乌鱼子的店。哇，有猫咪耶，这里有两只猫咪，哇，好可爱的猫咪，要不要买手工美品？
他可是等明珠当的是茶面茶火柴盒大型的起司塔木质拼图店哎，这里有小葫芦哎，四个一百，然后这边开始就有卖那个咯，嗯，很多吃的跟小吃跟那个叫做牛舌饼，这个藻井很漂亮哦，大米小，我怎么要知道？